睡了一个懒觉今天，然后早晨朋友去看车的看车，然后顺便把公司的同事送到机场，他们回国了，然后还有的朋友去看房，所以说我想起来现在是中午一点，刚刚之前在房间里面传片，现在去附近的有一家离我不远的 Best Buy 去看一下那个三脚架，就是那个章鱼八爪哈，我们待会见。在美国真的是不能不开车啊，随随便便去一个电子商行走路要走17分钟，这算短的了哈。哎，不像在国内我们有脚扭起，这还要走过去，然后大太阳了。不过还好这边太阳虽然大，你们发现我还是穿长袖，它气温会相对比较低，所以说这种天气是非常舒服的啊。我们还有16分钟，才刚刚走了1分钟。只走了16分钟左右到 Best Buy 看一下那个三脚架，基本上很多 YouTube 拍 Vlog 都有用的那款，不过那款有点大，是基本上架那个单反的时候用的，所以说我现在这个微单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我们等到时候看一下啊。就是 Hello guys, we'll do tripod for the camera, OK。 那就这款，它店员告诉我没有大款了，他只能买这款了，好吧？这款现在是59.99，加上8.8%多的税吧，差不多400多块钱，会比国内卖的便宜。我们就买单。Yeah。我们大家精灵四 Pro， 哎，不是 Pro， 精灵四卖1199。It's OK。玉卖999。GoPro 还有它的手持云台 G7X 在这边要卖699，还要加税哦。我们继续逛一逛，它这边的所有卖单反都会放在外面给大家用。我们上车啦，有没有发现我的手臂非常长？有没有？你就是跟我师傅吗？我到最近还好几次。师傅，我们去哪里啊？师傅，打枪啊，去打枪。哎，来美国就一定要开枪。我们到了，他们居然是在室内哈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在户外，当然这边也有户外，比方说，然后室内它的消音做得都很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在下车的地方根本听不到枪声。嘿，我又发现一个大家伙，碰到这种大家伙就必须要合影。那有多大？太大了。跟我头齐高，不知道怎么上车，这么高。好，我们现在进。我们现在到枪行里面了啊，然后去登记一下，我们等等看。开枪要登记，谢谢。扣扣。真的好好看，这35我是拿的吧？前面拖着哪个是吧？他们现在在选枪哈，我们会选一支短枪，然后有一支长枪，然后应该还会有一支坐轮，我们的呢，然后还要拿耳机、眼镜，然后我们进到里面的枪房，这边隔音做得非常好，所以说基本上听不到枪声。我们应该会选一支 Crocker， 然后左轮，然后墙上应该我会选一把 M4。Nice。 对呀，改款。7.62子弹。再给你们找个。好。哎呦，我们进去了。
九十十一啊，三个。后坐力很猛吗？在靶心里，六不六，六不六。葵花点穴手。这吹的好大。打了三颗，好大一个，这他妈能碎掉。我现在要打头，爽不爽？爽，这下可以打爽了。上次在马尼拉没打爽。Coco 要气，要气。OK。我爆头，爆头！哎，就两个，你打哪去了？全世界威力就是他了，哇，插不住啊！我拍了，好恐怖！看表情，你干一个，没办法，你要尝试一下。子弹这么大一个，你要尝试一下，没办法。我要打那个黑色的底下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我打到那个东西了，伤足了。没错，没错。一发，两发，这两发都是，这两发都是。我把了多少发？这个是，这是 Glocker 的。我们出来了，打了，那只大左轮不敢打，后坐力太强了啊，他敢打，整个人都弹飞了，我们还想本来还想再打，后来不打了，准备撤，都是，以后等到下次再来打，好吧，我们今天就先撤，来美国一定要开枪啊。这种枪真的作为防身的工具的话，他妈开枪前都要犹豫一下，他妈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随手拿出来就开了那个。如果单手啊，帮一定九十度。你那下子我看你拿的时候，就整个已经都翘起来，枪头已经翘起来了，是直接弹起来。我看到你那下我就放弃了。Coco 那些还能接受，行不行啊你们？天天练。过来练个把星期你就可能有手瘾了，你偶尔过来你根本怎么玩都你要想打他们打竞技也没有用，这种打竞技啊都是 IPSC 都没什么后坐力的，我们竞技都是单手啊，都是那个威力很小的小口径，就最多这样，
就最多这样。我还想说你们要练试一下那个大猎枪，猎枪打完以后，哎呀，绝对往后退三步，这里就肿了。打猎枪的感觉，你就驮着一个肩胛骨脱臼，真的，你就驮着一个那个喷射器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呼啊，这样。我刚打那把 M 四的时候就已经看到火焰了。我们现在来到洛杉矶的好莱坞这块星光大道啊，我们逛一逛。那这边星光大道上面有很多那些棒的棒装，是给朋友去拍照的。你看后面这个超人怎么样？还有远处那个乔丹，还有警察。然后这些都真警察。还是挺开心的，老外啊，一样的，好多人围观，不错不错。大考察，是。这死士好搞笑。这么一条街哈，星光大道就这么一条街，后面看到这些地板上都比较知名的，然后刚刚我拍的一些手写的地啊，也都是什么？奥斯卡颁奖典礼就在这里啊、哦，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就在这里，人太多了，这就是我们福建的三坊七巷。休息一下，他们在餐厅里面点菜了。这边的夕阳真漂亮，你看看。哇，我开吃了。嗯，好味道。小龙虾。可以去吃好东西啊。我们现在到朋友家里拿一下东西就回去，明天早上3点钟要起来，然后要出海钓鱼。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。如果你想关注我更多更新的影片的话，请订阅我。我是摄影师陈文杰，我们明天见。拜了，哎呦，拜拜，晚安。